柜台前等餐，等着等着，火眼金睛的外送员往右一撇，随即蹲下捡起地上的200元，直接往柜台送。他想都没想，钱就交给柜台，手摇引电源，忙到无法分心，紧急呼叫另一人来帮忙。事后店家调阅监视器，想寻找200元失主，仔细比对画面，意外发现呢是他本人掉的。我们知道每一天呢、都在这边等那台银色的机车出现，等了3-4天以后呢，重新不停等，然后他终于出现了，我们就把200块还给他家。关键影像曝光，外送员背对镜头，原本地上空空，下一秒有东西从他身上掉落，那就是200元，与他捡到钱的位置一模一样。他都不知道是他掉的，很开心啊，想着好像是负责捡到200块的感觉。第一个想法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样？我觉得店家还不错。外送员拾金不昧不贪财，结果剧情超展开，捡到自己的钱，绕了一大圈，他的200元终究还是回到自己手上。三立新闻蔡文渊苗栗报道。